好，园艺小活家艾玛 Candy，今天要把我们这个在密封袋里，在这样子的密封袋里面住了3天，今天是迈入第3天，然后已经冒出小小的芽眼哦，小小的芽了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植入这个土里面去做栽培哦。然后这个就是小地榆，我小地榆大概有10来棵，然后目前看到，你看目前看到的这个已经冒芽的部分，你看我就准备把它先放到土里去做培植，稍微的掩盖一下。目前有3、4棵吧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。先把它放进来，已经冒芽的部分有2颗，那这颗好像也目前只有2颗，这颗呢？哦，这颗也有，这颗也是，看出来没？这颗也有，冒出芽。所以我们先往左边放哈。好，这个就是，哎呀呀呀，放错盆子了，这个是小地榆。这是小地榆，好，小地榆我们已经栽种好了。然后再来是这一个是金盏花，金盏花这几颗这目前只有看到一颗特别明显哦，你看它的芽已经冒出这么长了。我们的金盏花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哦，我们先把它移入土盆里，稍微的一点点的土给它盖住，让它长。目前看到的只有一颗种子有冒芽，然后我们就继续让它再来。好，我们再来就是我们的香蜂草。我们的香蜂草呢？你看看，香蜂草最有成就，它们长得最快哦。香蜂草，这个对，这个香蜂草不是，是百里香。百里香的，冒芽冒得最明显。你看看，几乎每一颗都冒芽了哦。看看，几乎每一颗都冒芽，所以我要把这一整片呢放到土里来，所以呢，我必须借助剪刀，然后一整块的，所以我必须借助用剪刀把这一整片呢剪下来，就是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一整片把它拿起来。你瞧瞧，这一整片都冒芽了，我就这样子把它放上来。我可以再稍微的，因为这有2层哦，然后所以我希望不要那么厚，所以我希望把下面那一层给拔掉，只留一层就好。
把这个种子给撒下来好了，用水淋比较快。好啦，就一整片下来吧，因为湿湿的很难用。就把它盖，反盖好了。这是一个新的试验哦。看它可以从土里面冒出来。好啦，我们就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香蜂草。香蜂草其实看得出来，看看这个是，这个是百里香。这个才是香蜂草。我们的香蜂草呢，其实呢也有一些冒芽，只是不是很明显。我们的老花眼呢，好，我看看。好，这一个是鼠尾草，我们先来用鼠尾草好了。我的鼠尾草在哪里？那是小地鱼，我的鼠尾草在这里。鼠尾草呢，我们看一下鼠尾草有几颗。两颗，有两颗冒芽。你看看这一颗冒芽了，我们就放进来吧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就完成咯。看看这个香蜂草还没，就是百里香最厉害，百里香几乎都全部冒芽了。然后这个香蜂草呢，我就还没有放进去，因为我发觉它有一点，其实放大来看是有很多。你看，放大来看，这边几乎都已经冒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放一些进来啊，放进来。哎，其实这些都冒芽了。有一点捏住了。好，我们先录到这里吧。